今天要来开箱美版的25周年黄金箱。这箱我们等了很久，终于来了。哎，这箱非常的贵啊，贵上上。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那打开之后就是历届的预产价，有三个抽屉，然后上面这好像是说明书吧。最主要的就是这三个抽屉，中间这箱就是我们最期待的金属卡的皮卡丘，还有一张是金属卡喷火龙，超帅。但是好像有一些人说它的气会溢出来，我看一下背面，我们的好像很正常，很完美。芊芊还有一个喷火龙的徽章。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，右边这箱好像就是历届的一些小卡包，有点重量，就跟之前我们上一部影片拍的一样，都是十几张吧，很厚的。最左边这箱就是我们25周年的卡包，里面还有两张。为什么这个袋子跑来这里？这个袋子是装这个金属跑来这边的，傻眼了。主要是这两张黄金皮、黄金球。然后这两张就是台版的黄金箱里面会出现的。然后我们目前算的话好像是25周年有17包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开25周年的卡包。第一包，重点来第三张，这个是老大，不算，他是干部昌翔。第二包，看油卡普拉多，当时有一个冲浪皮，同样的，我的天，跟上一包一样。对呀，不错吧？不好，就是要有个色尾的鲤鱼王。美版的飞翔皮，17包会不会中个老喷呢？让我们圆梦一下吧。梦幻导致这个冲浪皮，为什么它是反过来？我不知道。那一般真的是一刀未剪哦，这就是它的包装。小蓝不错啊，很梦幻。梦幻很可爱，可爱很特殊。库拉多胖皮又一张，真的很多皮卡丘呢。我在倒数第二包，加油啊！抽牌，梦幻跟超梦也 OK 啦，起一套，最后一包，黄底红底不是，噔噔，惨兮兮，换我验证协同的时候了，我的第一包。三张紫色的底，噔噔噔噔，一包 GG。 第一张亮亮的，白龙哦。那我们黑白龙都有了一套，可以。大木博士，布奇亚，怀神，哎，红底的，是不是？哎西，中了。看到那个水能量，我就觉得亚麦觉得不对，给我希望又给我绝望。蒂亚卢卡，就是你啦！又来个第二张，第三张，哎，也是红的，哎，
我火好哦，哦，凤凰，靠，凤凰的英文叫 ho o， 傻眼。第一个，嗯，好，又是凤凰。哎，又是反过来的，藏马兰特，最后一张，盖乌帕，古拉多，是古拉多，哎，完了，我看到凤凰了，好哦，是你的，到底。不能给一点面子，盖胡卡，哎哎，第三哎，完了，我两个都完了，哎，很闹哎，三次都这样，哦，金梦幻吗？哇哦，三次凤凰之后，给我来一张金梦幻。关了你一扇窗，又帮你开了门。噔噔，金金的，金金的，不错啦，至少让我中了一张美版的金梦幻，香，不错不错，抱起来，漂亮耶，开心。哇，那我们这次战绩也算不错耶，胖皮不管，胖马兰特不管。博士不管，胖皮不管，白龙一张 ，OK OK， 超梦一张，胖皮走开，梦幻一张，然后一堆皮一堆皮一堆皮，哦，火箭队干部，我真的蛮想抽到火箭队，一个跟火箭队有缘的女人。暴鲤龙一张，来看一下我们精美的喷火龙，漂亮的喷火龙，然后没有溢出来，而且框还算蛮正的，不错，这张就先放着，传家宝。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25周年美版的黄金箱开箱影片啦，虽然没有中到。25周年的喷火龙，但至少我们有一张保底金属卡，然后再加上这张金色梦幻，还有25周年的梦幻跟超梦，然后还是没有抽到色尾的鲤鱼王，但是我有抽到彩色的克拉拉，对，还有上面的克拉拉，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克拉拉，当然也算不错啦。HR 的，之后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礼盒可以开吧。那我们就到这啦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。盒子可以给我们。对呀。Here I am where the movie started, facing at a photo they've taken, space street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petals upon air.